伟哥同马明认真抵石，佢哋分别攞咗最受欢迎电视男女角色奖之后，即刻就请食饭借票，就连伟哥嘅爸爸都一齐嚟趁热闹 ，so happy。是全城最快借票，系啦，找數啊嘛！唔單止借票嘅，亦都要多謝小英姐，多謝成個製作團隊。我覺得自己好似又結婚啦，唔係準備結婚。今日直頭係，我都以為自己結婚啦，今日我同阿偉哥結婚啦，係啊。唔好亂講嘢，阿叔係咁。是不是已經同你的馬明慶祝了？吃了飯咯，沒有特別慶祝的，大家一起吃開心一點。其實大家就開心一點，我覺得大家都要多一點表示，不如大家一起給個愛的抱抱他們兩個吧，好不好？除了请吃饭，伟哥和马明还豪爽拿现金大利是出来抽奖，不少艺员同事都有份抽到利是，就连伟哥和马明自己都有抽到，两位确实鸿运当头。我拿了个粒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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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意思咁啊，尽唔尽兴啊？好尽兴啊，好开心啊！最紧大家开心啫，即系请食饭，梗系希望人哋开心啊，最紧要。希望下年都会再有啊！下年啊，梗系再搞啦，真系有冇奖都搞啦。都系第一次，我屋企人同埋啲同事一起去食一餐饭咯，集合晒所有我最好嘅同事啦，我最好嘅朋友啦，同埋我屋企人一起咁诶。我當年結婚都冇咁樣擺酒，冇咁樣飲過，所以誇張。